回不是安徽的，合肥的南京城接的。嗯。对，人家说回京。高铁似的。人家都说南京是你们合肥的首，不是首都了，省会。可别这么说。都这样说。你看地图那地形上，就南京就掐进去了，掐到安徽腹地了。对呀、啊，人家江苏人可。